恭喜你黄女士成为我们平价福运大抽奖2019年的第六位幸运儿。谢谢你，接到 FairPrice 的电话时我真的很意外，也惊喜也很开心。你经常在 FairPrice 购物吗？会啊，我住在这儿附近，每一个星期至少会来这里一次，购买日常用品和必需品等等。平价福运大抽奖已于2019年2月20日截止，至今已经送出了6辆轿车。下周我们将公布第7位幸运得主，祝您好运。